庆大学视觉技术中心。正科大因为当时的副校长啊啊、很积极啊，我们一直在促成这个班。这个技术中心成立啊，最主要啊，因为我做学术也做了几十年了哈、我认为说我们台湾人啊哈、有年轻的哈、培训来做学术、啊，将来我们这个产业啊才有希望。啊，因为我们机械与电脑辅助工程师对于这一个本来的专业就在这个机械设计跟这个自动化的领域。那我们的智协技术中心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智协的这样的技术呢，来在大学的四年里面给这样子学生啊、除了他原有的专业技术以外，也能够了解智协这方面的一个专长，将来呢可以把两个互相整合哦，来给台湾鞋业未来自动化的一个服务的需求。去年106年第一学期呢，已经成立了第一班的一个课程。那在今年的1月呢，也完成，学生也完成了他们自己的鞋子的一个制作。那将接下来的一个计划呢，就是这些学生，这30位学生呢，会安排到这个相关的一个鞋厂做可能有全学期的实习，或者是暑期实习。到他们大四结束的时候，他们除了有做过这个课以外，也有在台湾的这个鞋厂、海内外鞋厂呢做实习的一个经验。将来毕业以后呢，他们就可以成为未来台湾企业这个做自动化制程、创新制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新兵基础。